台湾の日本仏教、台湾の日本仏教の人は。你敢知影这个这是安怎的？什么意思？敢捌看过？啊，看无。你看哦，高雄，是上大。耶稣教圣地伫高雄。嗯，在台湾的是基督教，台湾的是基督教。嗯，还是那么是日本的，那是日本的意思啦。那台湾就是日本啊。你用台湾，那就是叫的是讲日本台湾。对。这嘛是。啊，伊吼，伫个六合路迄带呀，早期拢有咧种植啦吼，啊，你看有牛啦，有甘蔗啦，有啥，这农业为主啦。啊，伊是，伊是咧北康街边咧有。北康街，嘿，对。迄个有迄个是啊，迄个高桥啦，啥物事是啊？高桥，高桥啊，北平。啊？诶，有一个很那个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嗯嗯。哎，你讲的迄就是这个啊。嗯。伊个园啊，就是因当作是日本时代。嗯。而且种植。嗯。啊，拢为日本派一寡少年的来遮，就像恁当作是去日本同款意思，恁去做飞机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是因遐找遐囡仔来台湾来种植。嗯。你对调啦。嗯。啊，恁去遐做飞机啦。在过去啦，就在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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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对，长就是讲这。嗯。哦，所以你迄阵就知影，啊，你知影迄个所在什么人诶？啊。你知影送诶？诶，什么人？我是无咧甲记诶啦。哦。几岁啊？嗯。那时候你几岁？是回来台湾？我是九十一岁啊。不是啦，我讲你看到的时阵吼，是你去日本回来啊呢，还是还未去啊？无，还未去啊。还未去日本的进程啊？你还过国考的时阵啊？啊，国考啊，你我都走到这远哦。嗯。国考的时阵，我那就住在黄山，住在高雄啊。嗯，我是细汉就是咧南部一区是江都。啊，不过遐离凤山有一地安尼。啊。遐离遮有一地安尼，你安怎去？用走路？哎呀，没过用就那个走路，啊，可是前方庙个水，这个过用路，恁两边边啊，拢有石，拢有树啊。有影，较早拢树啊，即马拢无树啊。南美记，或者南美记，南美记就是讲，南美嗯。哦。